台湾版本是用竹子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它比较，就是你如果放开，它就是在上面。对，那我们这个是你用力它才会上去，刚好相反。啊，用力才下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教学生做这种所谓机构玩具的人偶。整个玩偶很精巧，他就教他们做这种玩偶，什么双倍什么几倍。啊，这个是十八世纪的玩具啊。那十八世纪的玩具，他就怎么样你？轮子转动，你让它转了、这一条啊，然后越接近，越接近这边没有掉下去，成绩越高。我还没有放到地板的时候，我光开。也有一种玩法是我丢骰子，然后就要转几圈，像这个就失败嘛，我们要停在这个地方。那很难吧？不会，还好，练习一下。要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在地板，这样用那个力量的有符合大小，这一点，看它有这个。那你可以这一点，你可以自己。我就想说做一点以前铜碗玩铜碗，然后让学生这是雷切版的，这个就加工，叫他做加工。你有去跟外面合作吗？我这个学期我去外面的课都上过，我说台湾的材料包啊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出材料包。